尊敬的陈校长，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刚刚从荧幕看到有学长他们好像是整个学校的同仁一起在听这个特别难得因为城市的基础在建和同结所以整个团体的老师们能够一起上课，才能建立教学的共识。我们同样的理念同样的目标来做而且呢教育是合力这个孩子虽然可能不在我班上但是我们也有可能跟孩子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互动所以华严经讲的主伴圆融他的班主任是主其他老师也是伴的其他老师在一些机会点上都能以共同的这些教学的理念来互念孩子还赞叹他的老师这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呢落实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这些义理其实回到我们身上当下都能用假如大家有发现哪一句我们传统文化的教诲说这一句我用不了拜托你一定要写上来因为陈德曾经有说过每一句都跟自己有关我们拉回来自己的身心家庭团体都能用得上传统文化是心法大用无方它不会受限制的小到个人身心家庭大到治国平天下它是通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团体再拉回来家庭家庭怎么兴呢夫妇互相赞叹孩子对自己的父亲母亲都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感恩夫妻互相批评这个是家庭的大忌了所以这个合力在家庭里面那夫妻太重要了先生在教孩子的时候先生是主妈妈是伴的妈妈假如不会配合了这个先生再有能耐也很难教了所以陈德回想小的时候父亲在教训我的时候母亲都是默默在旁边从来没有插一句话事后还会告诉我你爸爸都是为你好这你看这个配合多重要那一天才跟一位同修跟我年龄差不多他说我在教孩子的时候我太太就跳进来站在中间批评我我说那气了了这个实在讲也不能怪他太太了这个文化的传承太重要了这些人情事理伦理道德真的是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你得让他有机会接触了
而老祖宗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通达人情事理，他接触到了，他静下心来，哎，对呢，哎，对呀，哦，啊，我们推广传统文化这一路来，还没有遇到哪个人说反对，哦，哪一点他不认同，啊，所以师长老人家真的看懂祖先了，啊，看懂祖先的智慧，祖先对我们的慈爱，啊，哦，所以见和同解呀，啊，我们也了解啊，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啊。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呢，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哦，所以有一句话讲啊，舍身容易啊，舍见难啊。哎，我为传统文化牺牲生命没关系，在所不辞。可是把他错误的念头放下，转变过来。那除非当事人自己认知到啊，不然谁要转他挺难的。啊，哦，所以师长在告诉我们敬和同解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啊，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我们的成见，随顺经典的教诲。啊，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那大家假如啊听懂了师长的这一段教导啊，我们在团体里面一探讨事情，哎，就有标准了。哎，这件事这样考虑跟经典相不相应啊，师长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哦，不然一讨论事情每个人都站他的角度，哇，那怎么形成合力呢？好，所以每一次开会啊，都是一次法会啊。为什么？我们都是用经教来探讨。啊，我们假如说各执己见呢？开会就越开越误会啊。啊，假如用经教来开会，越开越有智慧啊。为什么？开会就是让我们把法用在办事上。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跟经教是一不是二。我们在开会当中要入不二法门啊。啊，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没有这种共识啊，哎，开会啊，挺耗能量的，挺耗精神的，脑细胞啊死很多啊，啊，所以这一个见和同解啊，真的重要啊，而六和敬啊。就是以见和同解为核心，啊，其他五个呢是事项上、理念上，就是这个见和同解。啊，那当然，我们要求一个团体能够见和同解，必然要领导者先带头。哎，我所讲、我所做，都不是照我个人的意思。这要下很大的决心啊。啊，诚德观察自己，观察所接触到的啊学传统文化的同修。真正做事的时候啊，能不随顺学习以前的习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啊，甚至于啊，我曾经啊有一个护法啊，对我也很恭敬啊，
哎，结果他们在探讨事情的时候，啊，说了一句，啊，那时候我还没出家，那蔡老师讲的那些行不通了。哦，啊，当然，我们所讲啊，我们也是要守一个素而不作。哦，也是要提醒自己，离经一致便是魔说啊，这不能开玩笑的啊。那可能我也要反求诸己了啊，可能我在这些义理的开解，是不是让他觉得不食人间烟火啊？哦，我们讲学啊，有两大原则啊，啊，所有当老师的。啊，当然包括什么？包括所有当父母的啊，这个理都是完全融的啊，甚至于是任何一个人，你要去护念你的亲戚朋友，你一定是护念他挚爱啊，护念他恢复真心呢、啊。那我们护念一定是。也是素而不作，依照经教啊，我们也不能随便说话了。真正珍惜亲人朋友的缘分，我们会认真对待，我不能给他不好的影响。我假如思想观念错了，给他误导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素而不作。那当父母也好，当老师也好，当领导也好，我们讲话还是遵守这两个原则：气理，不气理的魔说法，那还得了啊？那误导孩子了，误导下属了，啊，气机就这两个原则。不契机啊，就浪费别人的时间了，就闲言语了。所以当然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也都要懂得人情世理。尤其要什么设身处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教人以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啊，这格言别录这些句子啊，很有味道啊。那是真的是弘一大师啊，已经看到我们未来的社会啊，很难是在大家庭里面呢成长起来，这些人情世理的锻炼。很有限啊！承德当时候打开来，哎呦，这个我怎么没考虑到？哎，那个我怎么没想到啊？可是，假如这些我们不懂啊，好心办坏事啊！你看，我们教人以善太高了，让对方觉得做不到，很气馁了。哦，我们不是好心办坏事了吗？哦，那这个承德啊，有请一个同学啊，因为他的音声比我好多了啊，就请他来读诵啊，再供养给大家啊，大家有空啊，此方真窍体啊，清净在英文呢。我们的耳朵很厉害的，要多用啊！哦，你在那里这个打扫房间，还可以放来听啊，听熟了，很可能在境界当中啊，哎，这一句法语就上来了。好，所以教人以善，勿过高，要能设身处地啊。啊，工人之恶，我们要提醒劝谏他，指出他的问题。啊，工人之恶，
勿太严，不能让他听完之后信心丧失掉了，觉得自己好差了。那我们虽然是为他好啊，但是这个力道太重了。所以攻人之恶勿太严，要使其堪受啊，一堪一条杯啊，这个我们要考虑到了。所以变成，这个人情事理里面呢，那个设身处地啊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强调过几次，李炳南老师说啊，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是书呆子啊，会伤天害理啊。我们经历过一些事啊，我也伤过天害过理啊，好心办坏事啊，越来越重视啊，人情事理的学习。真的学传统文化就是学人情事理。我们每一个应对进退，面对境界，都要有人情事理的敏锐度。不然啊，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我们首先听到这一句话不能不高兴啊。我是读书人啊，一听很不欢喜。那这个首先呢，我们就白读书了哈，这个情绪那么容易起来了，那经书就白读了哈。那老和尚的经也白听了。老和尚说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这个一不高兴呢，功德就被我们放火烧了啊。所以不以人废言啊，论语里面告诉我们的。他会这么讲，哪怕他过了，可是一定各中有原因，有没有值得我们检讨的地方。不然人家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举例来讲，也是我们格言别录教的。谏言时，我们要给别人建议咯。当置身于利害之中。不然哦，我们给人家建议，哎，都是讲风凉话。拢唔知啊，我的苦衷里头，我们的苦衷在哪？你假如一谏言，人家一听，哎呀，太理解我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怕待会又忘了哈。这个我们的课程啊，陈德祥呢，两次啊，调成一次了。为什么呢？这个礼拜五啊，6:30就要上课了，5:30才下班呢，这个饭都吃不好，到时候上这个课还造成肠胃问题，而且佛门说法轮未转，时轮先，所以礼拜五，5天的班呢上下来很辛苦的，尤其在教育第一线呢，除了要用心教啊，孩子的安全呢，我们随时都要警觉的，所以好不容易到了礼拜五了，要喘一口气呢，还得听这个陈德法师，这个呵呵，所以让大家要放松放松，那礼拜六就放假了，我们礼拜六，早上好好睡一觉啊，下午我们3点到5点啊，还可以睡个午觉啊，再过到极乐寺上课，时间还来得及，这样比较宽裕了。而且家庭又有责任，学校啊、团体工作都有任务啊，
还得赶这四个小时啊，还是有压力的哦。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就两个小时。然后也感谢我们极乐寺我们胡总啊，陈校长他们啊，他们说可以让我上长久一点哈，不是一年半呐、啊。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啊学习啊，一起来深入师长的教诲啊，包含儒释道三根啊，还有四书里面呢啊，这些可以提供我们修身啊，我们齐家，我们修学的这些宝贵的啊金玉良言啊。所以等于是我们在安排时间也得要设身处地啊，所以很抱歉啊，我这个后知后觉啊，这个上了交流了快半年了，才警觉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呢从容一点来一起学习探讨。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把它用出来。其实两个小时里面谈到的做人做事啊，我们想一想有几句啊，有几个点啊。真的要把这两个小时我们有产生共鸣的部分拿去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要下一番功夫。所以刚刚我们跟几位老师家长座谈陈特也很感动他们听了都落实在他的五轮当中对教育孩子更有责任感而且更能体会到道法自然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控制，不要占有包含跟自己的父母沟通能够调柔那他不简单了，他举一反三呢。我们是说跟孩子沟跟学生沟通要调柔他能用在跟自己的父母沟通上人同此心呢，心同此理传统文化是活学活用的不是死记硬背的重在心的领悟他也用在自己的单位跟领导的互动这是人无伦外之人学问学无伦外之学学了马上可以用用了马上自他都受益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学习下来几年了冷静想想我自己受益吗我的家受益吗我服务的单位有没有受益啊假如没有很明显的改变了那可能要调整我们学习的状态了可能是知识性的学习了可能是学习跟生活工作处事打成两截了不然师长说的传统文化管用啊不管用我学它干嘛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紧凑家庭服务单位责任都很重当然要学了马上能用的而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要把传统文化管用从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的家庭团体表法出来在为人演说了在演的时候就已经在让人家感受了
但这个次序不能错啊，眼在前面，说在后面。啊，我们学了之后呢，哎，啊，就像啊，上次我们啊，有一位教授啊，他有提到啊，他以前每天可能都会跟丈夫有斗嘴啊，可是他参与课程之后，半年没有吵过了，这个就是他很明显的受用。他的亲戚朋友观察到这一点，那他也会触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说，我就喜欢跟我先生吵架，不吵我难受。那他可能精神已经有问题了，没有人喜欢家里面吵吵闹闹的。啊，真的有人不吵不闹啊，一定有人会去找他挖宝的啦。啊，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家庭，他的生活越来越好的。好，所以格言别录啊，大家应该我们极乐寺就有口袋书了啊，那晚晴集啊，里面就有附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了，这是他老人家的心血啊。我们现在法宝来得太容易了，不容易珍惜，真的是在福报当中啊堕落了，福报损掉了。佛陀49年所说的经跟祖师的教诲，这多大的不同啊，光是大藏经就已经要几个书柜了哦，那祖师的论那比这个分量可能还大呢。在这样的范围里面去挑100句，好不好挑啊？弘一大师挑出来了晚晴集啊。我们现在人都说浓缩啊，这个是真正浓缩佛门的智慧了。那格言别录又是补我们人情事理的不足。所以我们给人家建议呢，要设身于利害之中。所以要给人家谏言，要先客观了解人家的情况。其实我们假如不留心啊，我们会忽略掉自己会以自己的经验直接搬的去跟对方讲。我们要冷静一点，我的经验里面所具备的人事物的条件是什么状况，你可以这样死搬硬套过去建议他吗？举个例子承德在庐江老人家办学我们弟子们一起去尽一点心力。后来同仁们回到自己的故乡或者自己住的地方推广传统文化，能不能把庐江的经验整个搬到各地去啊？他的因缘条件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要活学活用啊！这一句万法因缘生，我们得把它领会透了。缘是条件的，那庐江当时候办，全国各地支援我们嘞，还可以吃到大连的樱桃。很好吃哦，烟台的苹果这个在大陆都是顶级的东西当然不能贪吃哦，
啊，这个面对境界要见性不着相啊。看到苹果要看到什么？看到这一方父老对我们的心啊，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了，真的是把我们当他的孩子一样啊。啊，我们闽南话说“俭等爱多”，省吃俭用啊，把好的东西给你啊。啊，当时候啊，庐江啊，这些老人呢、啊，有时候到我们中心捐款五角的，一块钱的。我们假如着相了，哎呦，怎么拿连这个都拿来？我们假如不着这个钱的相啊，看到什么？看到他在尽全力支持你啊。所以这个不能着相啊，不然我们可能不能领会到对方的苦心了，不能领会到我们亲戚朋友的苦心啊。啊，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看到阿嬷来了啊，学生的阿嬷来了，啊，提的还紧张呢，很重，还爬四楼嘞，提的什么？芭乐来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人家经济情况确实是很有限的。可是人家把自己亲手种的，哦，提那么远，提那么重，来送给老师，我们去体会到老人的这个心，我们就会很感动了。哦，所以普贤行里面呢，这个要见性，见人家的真心，见人家的苦心，不能着在这个相上。所以《了凡四训》那个故事很有味道啊！啊，那个主持啊，他看到这个女士的两文钱，人家看到他的心呢，亲自帮他忏悔回向。后来他入宫富贵了，变成妃子了，哎，拿了几千两来啊！啊，这个主持啊，请他的徒弟帮他回向就好了。哦，哎，这个住持给我们表什么法？啊，不沾名闻利养。哦，不能因为他供的钱多了啊，哎，我们开始大小眼了，偏心了。好，哦，哎，这一位女士有善根，她不止没有生气哦。他没有生气，代表他在富贵当中啊，没有堕落啊。不然你给我记住，这麻烦了。哦，当然这也有住持的慧眼啊，他能抓住这个机会点，应该也有看到这个女子的善根啊。啊，最后他们两个的故事啊，启发了后世不知道多少人啊。这随缘妙用了，哎，他有善根，请教住持，住持借这个机会点他，真正的供养是你的真心。你虽然现在拿的钱多啊，你没有你那个之前那个两文钱那么诚心了。所以真的啊，我们呢都要练呢，不着相啊，不能执着啊。哪怕是曾经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都不能出现执着，不然死搬硬套啊，人家就很难得利了。所以光是要给别人建议啊，都是一门学问哦。所以当时候我们办学的因缘可以集那么多的力量，哎，可是他们一回去当地了，当地的条件没有我们好啊，
可是假如我们是直接把在庐江的做法搬回去，铁定不一定完全能合适当地了。可是我没有觉得我们的经验是对的，有可能给当地造成困扰都说不定了，甚至坏了当地的事啊。所以好心是很容易办坏事的哦。假如不懂人情世理，不懂设身处地啊，真的想帮人达不到哦。所以谏言者当自身利害之中。你一讲就跟当事人产生共鸣。曾经陈德也见过一个长辈。刚好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探讨事情，他们在企业做事。做的事啊，其他人在给他建议。这长辈就说了，你是大公司呢，他是小公司啊，你一直接就把大公司的要搬到他那里去了。我当时也是印象深刻啊。我们给人家建议要置身利害之中。可是我们自己是当事人呢，要置身于利害之外，我们才能用平常心，没有得失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还有得失在其中啊，我们就很难把我们100%的潜力用出来，甚至那个得失没有整个放开啊，会感召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得失产生看法，产生对立哦。所以无欲啊则刚。公身名，大公无私，你没有自己的得失，公身名。这又是格言别录的一句哦。公身名，这个名字啊对我们修学的人非常重要。叫面对境界清楚，叫明。知人则智，智之则明。叫看自己要清楚，看境界也要清楚。诚深明，真诚。至诚可以感通哦。中庸说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哦。我们不能真诚了，看境界也不清楚。爱真的心在看都会有偏。从容声明，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当下是身心安定，安住当下。下联老说的，随处安闲，自然何测。我们跟正念就相应了。因为我们不能安闲呢，脑子就在转呢，可能有未来烦恼，过去烦恼，现在烦恼。须臾被念佛之心啊，刹那即结业之所啊。所以我们持这一句万德洪名啊，是最好让我们定下心的妙法。随忙随闲呢，不离弥陀名号啊。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我们一个人希望在开会的时候，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心很安定啊，绝对不是要跟他开始谈话赶快安定赶快安定啊。
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我们应该是平常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这样我们的妄念就在我们平常用功夫当中啊，慢慢在减少了。啊，减少之后，我们面对境界就能从容安定的去应对。啊，而且平常能提得起来，妄念自然就少了。啊，所以功了，就不会被私心影响障碍。真诚了，就不会被这个虚伪应付的这些态度心境影响。从容呢，就不会被这种浮躁啊、慌张的这种气氛习气影响我们。所以这些格言联璧啊的句子啊，你越读越有味道。哎呀，这老祖宗怎么把人心看得这么深入啊，这么透彻啊。所以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啊，真的很有福报啊，要把这些宝啊珍惜起来啊，再把它传承下去啊，承先启后啊，继往开来。那这几周呢，承德回到极乐寺上课前呢，都有跟我们报名的这些学长们有座谈。因为我们做网友做了很长时间了这个一见面就不是网友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毕竟承德是在台湾成长这一片土地这一方人民对我的恩德很大可是我的因缘呢，这18年多基本上都在外面跑承德叔家母亲说多很多次你回来都问导游的就我回到台湾好像沾酱油的沾一下就没了。所以特别珍惜有机会呢能跟大家多交流。而且承德从因缘来看呢我们生长在台湾的炎黄子孙呢接触到祖先的教诲的缘分还是比较殊胜的。我们更要珍惜更要体认到我们这样的因缘应该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上做更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的缘是殊胜的。师长老人家有说你这一生的能力你假如把它埋到土里去这是有罪过的我们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成长环境，又可以遇到师长的教诲在传统文化谷底的时候我们应该提起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台湾是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基地有机会这个机会不掌握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老人家
13年前啊，2009年的时候，在台湾几乎整整待了1年了。希望啊，有更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站出来，我们就一起啊来出力啊，来建设啊传统文化的示范社区呀、示范学校啊、示范乡镇啊，氛围都还在呢。你看这整咖人情味多浓啊！尤其社区，住在里面的人都要在这里多久啊？少说20年哎，多的话有可能他2代人、3代人都在这儿啊。你有时候在一个单位里面，比方说学校，学生是流动的，一个社区他可以长期熏修啊。能把一个榜样做出来，那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社区啊？谁不是让社区团结、社区和谐啊？社区大家一见都跟亲人一样啊。所以13年前老人家就是尽力啊要护持啦。当然这十几年多我们也有不少台湾的同修在努力。就像我们极乐寺也是遵循师长老人家教诲，办了教育的寺院，干这我们行宫长老带着干部们跟师长请示啊，办极乐寺，师长的指导，台湾的寺庙多你一间不多，少你一间不少。那到底要盖怎样的寺院啊？恢复佛陀教育本色的寺院呢？老人家一生在为佛教证明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啊，言不顺则事不成啊。不然大家都误解了，那是宗教啊，其实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所以老人家在做的都是攸关千秋后代的事情。我们有机会跟随他老人家真的是福气呀、hockey 啦。真的嘞。不然人的一生几十年就过了，想做一件真正可以利益后世的事，也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的。所以我们极乐寺的建筑本身就是以教学为主的。建了很多教室啊，都可以提供教学。像我们道德讲堂每个月都办了。那办班也不简单了，我们都办过班了。你前面要准备，后面还要总结呀、那师长这句话我们在英国汉学院也是很重视。汉学院全世界啊多你一间不多了。少你一间也不少啦，那你要办怎样的汉学院啊？这个定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要很清楚啊。做事情啊，可不能打迷糊仗啦。而且现在要真正做出榜样来，
都是逆流而上啊。你得要逆着这个时代的这些风气啊。就像师长他老人家当初出家要学释迦牟尼佛，都是逆流而上啊。那没有韩馆长父子两条路啊，要不赶经忏，要不还俗嘞。实在讲，我们现在的难度啊，那已经比他老人家不知道轻松多少倍，因为他老人家在庇应我们啊。所以都得啊，用心去感受啊，才知道恩德在哪。因为接受恩德是顺境啊，顺境比逆境难修。逆境一来，哎呦，挑战来了，警觉性很高啊。叫顺境啊，逆境磨练人。可是顺境淘汰人，哇，有师父这些福报了，我们又不感恩，就没有用心办道了。哦，那就在我们的福报当中啊，堕落了。你说现在在深山里面，连吃啊用啊都困难了，反而有道啊。啊，别人一点点物质上的资源，感恩戴德。我们现在有师父这么大的福报，我们假如没有感恩心，细细去体会因缘的不易，那可能就在福报当中退转了。所以我们要学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也是在福报当中修的。哦，那自己呢？啊，毕竟是在台湾成长，啊，所以有机会回来，啊，也是希望珍惜，啊，跟我们台湾同修的缘分。啊，大家多互相啊，如切如磋啊，啊，如琢如磨。哦，啊，当然在这里啊，也要跟大家表达一下啊，啊，因为啊，师长在讲经当中啊，也是在指导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其实所有的教诲都不会离开做人做事的。而师长在指导做事当中有提到，哪里有缘呢，哪里做，这一点就不容易哦。因为我们有我的地方，我的故乡，那就很难哪里有缘哪里做了。比方说一个省，一个市，假如一个市里面啊，传统文化单位有七八个，那人力物力财力会不会分散？我们先扶植最成熟的缘，等到它立起来了，哎，从零到一比较难哦。啊，从一要到二三四五，那个就更难。而且那个一立住之后啊，他会一直产生宝贵的经验，他会一直产生人才，然后呢，其他的地方还可以到这里来观摩。哦，所以面对缘分呢，也不是大小心哦，也不是偏心哦，是要判断哪里的缘最成熟。啊，像我们当时候办班。就给啊吉林松花江中学，啊，每一个班都给他留几个名额，因为他的校长一把手，他
他就发愿了，我的公职生涯就在这里不动了。其实他是可以当更大的官的哦，但是他就守在这个中学当校长，很可贵哦。他就贯彻落实《弟子规》，哎，他们的老师啊，分批来了，见和同解啊。过一段时间呢，变成什么？他自己的学校就可以派出一个讲传统文化的团队。哎，班主任怎么落实传统文化？音乐老师怎么落实传统文化？英文老师怎么落实传统文化？哎，当校长呢，怎么落实传统文化？都是真实的经验来供养，现身说法。啊，假如我们没有全力去支持一个比较成熟的园，他也很难发展的快呀、啊。哦，所以不能大家都在我这里，都在我这里，结果力量就拆散了。不能每个人都想做老大、啊。哦，所以师长说的，哪里有缘呢，哪里做啊。哦，所以承德啊，这十几年来也是哪里有缘哪里做哈、哦、啊，当然这也是师长老人家指导啊、哦，回到老人家故乡，这很有意义啊，知恩报恩呢、啊，回报自己的家乡啊。啊、哦，后来马来西亚有缘了 啊，马来西亚真的啊，华人呢、啊。承德是非常佩服他们啊，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好的条件的，可是他们居然能够有1200多所华小，60几所独中啊，多少子孙呢、啊、都能够传承到老祖宗5000年的智慧啊，啊，而且。他们是从07年开始推《弟子规》，推到现在都没有间断，15年了、哦、所以我对那些校长很佩服，我说你们真的对社会做出贡献，为什么？以后这些社会人呢都有共同语言，他们在谈论做人做事的时候还可以用《弟子规》啊，这个我小时候背过了，这好沟通啊，容易见和同解的、啊。哦，那他们也很响应老人家的理念，啊、哦，那后来是因为英国汉学院嘛，啊，你一条龙总有个龙头啊。好的，老法师说上帝的安排，我们跑得挺远的啊，啊，我到了苏武牧羊的地方啊，啊，牧羊北海边啊，真的呢，窗户啊，窗帘一拉开，看到好多羊啊，啊，承德自己的感受啊，也是冥冥中的安排，多有趣啊。在全世界啊，对中华文化最推崇的，应该首推啊汤恩比教授啊。而且他在这么赞叹的时候啊，是大陆在文革哦。他一个英国人在那样的世界因缘，他毫不怀疑，21世纪啊，要靠中华文化。然后他还留了一句，他还表达，他最佩服的是宋朝，百家姓是宋朝啊，啊，所以我们汉学院建立一开始啊，那些重要的干部啊，都是前面几个姓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你说这个是偶然的吗？
那汤恩比又是英国人，这个有时候看不到的，这个冥冥中啊，真的是自有安排啊。结果去的那个地方呢，是到了伦敦以后啊，还要坐车5个小时才到啊。为什么？房子污染了、污染这个东西可不能小看了、那个墨汁滴到水里也不到1秒钟啊，要把这个墨汁清除掉啊，那要花多少倍的时间呢？好，那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师长跟随李炳南老师啊，学经教的10年因缘呢，陈德感觉啊，美学啊，真的是遍遍的有不同的感受啊，从一开始啊听，哇，这段开示太重要了。听了一段时间，哇，这每一段都很重要啊！再继续听，这每一句很重要啊！最后，这一个字很重要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一篇教诲，我们去观察因缘。师长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的，才形成他这样的人格特质？我们现在没有他老人家这些基础，假如再不效法他学习的态度，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成就呢？我们也在万法因缘生里面啊，假如能观察得出来了，那年轻人会怎么栽培自己？多锻炼自己呀、没吃过苦啊，多承担责任，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啊。人越承担责任，他越能体会到现在这个时代做事的不容易，他就不会轻易去抱怨，轻易去批评，因为他自己感悟到了，他会知道是非经过不知难啊。我们现在要找到不抱怨的人都不容易啊，为什么？他会抱怨父母的人，还有谁他不抱怨呢？我们处事的问题啊，根都在跟父母的相处上。我们学传统文化了，就跟治病一样啊，要找到病根呢、才能对症下药，开发性德啊。是要从孝亲开始的，有了孝亲才能尊师啊，不爱其亲怎么可能去爱老师呢？所以师长说佛法是师道啊，这句话我们不能看清了啊，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内。其实这一篇教诲啊，只要我们把一个重点给划过去了，可能我们就学不成了。真的要把经教学通啊，要可能要具备啊，比方说100个条件。可是你只要缺一个，
可能就学不成了。就好像这个机器要100个零件哦，但是只有98个99个还是运作不了。师长接着说了，你看，修学最要紧的是师承，就师道了。你是跟哪一个老师学的？老师只有一个人。现在啊，老师只有一个都不容易啊。那个手机一打开啊，老师好多个啊。甚至于亲戚朋友都会很热情，哎，这个讲得不错哦，这边给你拉一下，那边给你拉一下。这个老师只有一个都不容易做到。真正懂人情事理的人啊，他就不是随着自己，哎，我觉得很好就要拉人家来了。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仁啊，他有听陈德讲那个香港40几啊，谈五伦八德的，白鹿洞书院那个，4500年前老祖宗是怎么教导后裔的，这个也不是我要讲的啊，那是老法师指示的，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不懂啊，都是师父指导的。现在后知后觉看懂了，你要先懂得五伦啊，所有的学问都没有离开这里啊，而且要先把纲领抓住啊，五伦八德知道了，接着呢具体落实啊，那弟子规都是这些生活的行为啊，太上感应篇啊，可是他对于五伦八德因果的理还不清楚啊，你要先从这个纲把它掌握住了，而且他掌握了他很愿意去做了，来具体来教他。那我们懂得人情事理的话，不是说我喜欢这个我要强加给别人了，我那个同仁他觉得听这个他有受益了，见到人就跟人家说，你一定要从这里学，你不从这里学你绝对学不成，然后把我都拖下水了，逼着人家一定要听这个课。哦，所以啊，不能执着啊，一直就成病了啊！一直啊，好心啊，都会办坏事了。一直啊，就给人家压力了啊！所以他最信任的人就是他的老师，哪怕其他亲戚朋友要护念他的道业，都要懂得，哎，知道他是跟着这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正确，我们给他的话都在呼应这个老师的教导，这个叫懂行，懂人情事理。师长也感叹了，现在人不懂啊。就像师长他给我们表演了，我们要看懂啊。他老人家到圣依法师的道场，是禅宗的道场啊，那个修学很精进啊，一天做好几次香啊。老人家去了赞叹进这个禅宗，深赞深呢。但现在我们真的有机会到人家的
学校啊，道场去啊，有没有先了解一下人家整个教学的主轴在哪？有没有呼应一下人家负责的老师的教导？假如我们没有懂得这一点呢，可能一去给人家讲一堂课啊，人家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在那里收拾残局啊。有啊，啊，一上台了，哇，那本书很好哦，哇，哪一个人呢讲得很好，都把它搬进来了，啊，人家对你又尊重，就把人家的教学搞乱了。就一上讲台去了，这个我执很重啊，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都没有设身处地了。啊，陈德啊，之前负责团体啊，啊，底下的人也很热心啊，啊，有一个老师讲的，到处发的，这个同仁里面好多人都在看。我是负责教学的，我都不知道。所以他好心啊，但是他要先告诉我一下吧，这样我才知道啊。首先我要把这个关啊，不然你知见一错误了，那要再调不容易的啊。哦，那个讲课的老师啊，我就见过一次，在庐江，一见到我第一个动作拉着我的手腕要跟我拍照，拍照这么要紧啊？我们都是师长的弟子啊，我们见面了应该首先切磋一下这个道业嘛，是吗？怎么这么急着一定要先给我拍一张照呢？这个很明显的，他对明文力啊很在乎啊。哦，所以听东西可不能听他讲而已啊，啊，还得真正了解这个人他自己有没有实修啊。我们这个时代也很容易被才华就给迷住了，没有实修，他很难不照自己的意思讲，他可能一开始还没有，他慢慢就偏掉了。哦，所以这些人情事理啊，啊，我们得从师长讲的，甚至师长做给我们看的，这个也只有我们用心才学得到，不然我们只是听个哦，去圣依法师那里讲而已啊。啊，所以师长为什么有这些感叹？要看到啊，到人家的道场，不止不呼应人家学的重点，啊，还介绍其他的。可能就把人家几十年的积累啊，就给打乱掉了。好，所以啊，老师只有一个人。大家注意去观察师长讲经的特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且他老人家还怕我们忽略掉这八个字，他还用心良苦地说，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这样我们才会重视啊。就是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八个字。
我们看老人家开解一个义理，总结都是，所以啊，《华严经》告诉我们，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哎，又开解一段了，总结啊，所以啊，《楞严经》告诉我们，随众生心因所自量。哦，后来看到《孝经》，嗯，跟老法师一样。哦，孔子每诠释一段。哦，所以夫行云，一人有庆，照明赖之啊。哦，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都是用五经啊来总结的，都是述而不作啊。好，那我们复习一下每一段。从一开始师长就强调了，他跟着张家大师，他的人生有一个方向了，目标是大乘佛法，方向是学习经典。我们学过了，我们的目标方向清楚了没有？这不是开玩笑的哦。目标方向不清楚，我们的时光、命光就会虚掷掉哦。很清楚了，一分一秒都往这个方向走哦。假如不清楚，有可能会背道而驰哦。好，包含守重失沉呢。师长讲只有一个老师，这个都是依据华严经讲的哦。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谁表演呢？善财童子。他是代表一个愿意当身成就的学人，他是一个老师哦。好，我们可不能讲到这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我真的听过哦。他反对老人家说一个老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假如我们自己没有深入的话，就被这句话，哎，对哦。麻烦了。善财童子是在文殊菩萨的座下，一个老师得了根本智之后，才出去善学参学，每参一个境界就提升，那是后得智。我自己走入道场也是二十几岁啊，我也有在观察道场里有年轻人进去，非常可贵的，二十几岁的人居然不把赚钱摆第一啊，他已经很有善根了。可是呢，老修们长辈们都很热心啊，见到他就跟他讲，每个人讲法假如不一样，这个年轻人就有点头晕了。好，我也晕过哈。哦，所以年轻人来发心，到道场里面来弘护啊，真的是难得哈。这个时候要有主办啊，比方说他服务的啊，那个部门啊，哪个老师学的最稳妥。他就可以护念这个年轻人，他一护念了，他在工作当中就可以把经教跟工作融在一起。哇，这个年轻人，哎，对哦，哎，对呀，佛法就是在这些工作里面呢，他会很有法喜啊。
保护他的清净心，护持他解行相应啊，护持他守三个条件。这个开三个条件也不是一般的人开的，那是修行的过来人才能这么开哦。听说有一些地方人家一来，你要守我三个条件，这不能死搬硬套哦。佛法是要从名师受戒啊，能开三个条件的是名师。一个修行人是非常真实面对自己的功夫的，他不会打肿脸充胖子的。他纵使是过来人，他还谦虚啊。所以我们看李老很负责任啊，开了三个条件，我只能教你五年，很谦退啊。所以我们学东西都要用心去领会那个因缘，那个状态不能死搬硬套的，要有自知之明啊，也要有知道师长那个是什么样的因缘状况，我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因缘状况，而之前的这个原理原则我怎么用在我现在的因缘里面啊。那师长这样的家庭成长的环境的根基都要守。那我们呢？这个有个同学说我之前说看着办让他困扰了蛮久这个在这里要跟他致歉一下。我说可能我前面应该有讲了。因为现在讲话要点到为止。师长这样都要守了，我们能不守吗？但是现在又是自由民主开放啊，谁也不能勉强谁啊。那就看着办咯。因为陈德杰说一定要守。可能有人听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他就抵住了好，我们看呢，师长又是素而不作了，开三个条件还讲出了演培法师的公案啊。原来不是李炳南老师发明的，是传承下来的陈德斗胆的讲一句话不守这三个条件啊，心要变清净啊，不大可能那这里面提到的传法的条件呢，尊师重道啊。尊师不是一下子激动的哦，尊师重道表现在哪？依教奉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不把这个老和尚的教诲真的重视起来，我们很可能那个尊师重道是自己的情执的感受。我都见过啊，我常常梦到老法师啊，然后还有把跟老法师照的照片还送给我，我也不知道是要还是不要了，造成他人的困扰，他到处发啊。第二清白，我们都学过了，真学进去了，要放下了。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归零，让师长的教诲好调教我
可不能跟大家交流完这段啊，我没救了，我不清白了。佛法是圆融的哈，放下屠刀都可以立地成佛，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心调对了，都不是问题了。三那当然要肯学好学，要主动了，不是人家推的了。所以这每一段呢，我们是不是真正领悟开始受用了，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所以其实我们调整一个礼拜从四月开始下个礼拜是礼拜五有上，礼拜六是放假所以从四月开始我们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还可以睡个午觉再来5点回去应该猪崩不在乎为了。这个在台湾吃素食比较方便，这也是我们的福报。那2个小时我们所探讨的我们真的好好领会之后回去落实这个一个礼拜都觉得不够所以不是要学很多真容得一滴雨可以遍雨世界泥龙终日泡水中也不免上升之后因为要不力行但学文呢，反而会长浮华了。所以我们一起学习，我们重在落实。那接下来呢，发心学教那我们学完了，我们的心发了没有？这个只能问自己了。发心就起感应道交，一念便虚空法界，只要这个心不退我们就是佛菩萨照顾了。再来师俗教学，陈洪谋先生说到的，天下有真教术，师有真人才，教的方法不对，不可能成就人才。你再怎么努力，成就不了。所以这古法我们不得不好好的去学明白。原来看似古板的方法，却是真正把我们的心调得非常的正确，调成法器，真的可以承传正法。只要没有调整好我们这个心态，那有可能装不了，有可能会漏掉了。因为这个教学方法形成了我们的学耐性，学谦虚，学恭敬，学真正透过复讲体会到老人家的心一个人假如跟老师的心差距很大，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甚至于会听偏听错了。
哦，这里还提到李老不准录音啊。哦，就是提醒我们学习一定要全神贯注啊，不然很难得力了。好，现在我们这些录音呢，啊，很方便了，有可能我们就会有这种依赖，最后就没有全神贯注了。哦，所以啊，师长有说的，啊，他《华严经》就学一卷了，学通了哦。活学活用啊，啊，可能有人一看，啊，那我在工作啊，那我就没有机会这么学了。佛法是圆的哦，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家庭社会责任比较多，这是我们的缘分，安住当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师长有讲过哦，说的人不一定能做到，做到的人一定能说。那刘淑云老师又没有去内典班培训过，他一讲，广大的同修都产生共鸣啊，是吧？他做到了，他真的14个字放下了，还没有为自己了。所以我们是工作比较多，我们安住在因缘，可是我们是行中有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都是依经教来指导，在工作的时候我的思维都是在熏习经教，我熏习没有间断哦。我们可不能说哇，打开电视了，打开播经机了叫熏习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用经教思维，自己都在熏习了，行中有解。只要这样的心去工作啊，当你真正静下来听经的时候啊，解中有行。你一听，哇，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情境浮起来了，哎呀，对对对，工作就跟你听经啊相辅相成。好，那我们都在正思维当中，都在道中啊。那很可能我们在家庭里的尽本分啊，我们在工作里面尽本分，我们做到了，我们都是现身说法，跟大众侃侃而谈啊。但是我们要发这个心啊，发心学教弘教啊。所以我们能学这一篇师长的开示的，就是我们的缘。我们可不能自己的念头啊去分别执着，把自己都排开来了。哦，然后觉得这陈德法师讲这个主题讲太久了吧，这个主题跟我比较没关系。哦，好，那啊，假如真的很多人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哦，那我进度可以调整一下。哦，这个我也不能执着哦。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